5月29日，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陈鲁豫在印度拍摄了一组写真曝光，原本以为他已经够瘦了，没想到他这一系列照片竟然还能做到更瘦。你有注意到鲁豫身后的建筑吗？再美的景色也不及鲁豫那条纤细的手臂强劲。当然，他不但手臂瘦，在视觉效果上整个人都非常窄。总觉得上前轻轻一拉鲁豫的手，他整条手臂就会与他的身体分离。看看鲁豫的大腿，比后面那位印度大叔的手臂还要细。据说鲁豫这一趟印度之行十分苦，几乎都没怎么吃过东西，可能因为这样，他在短时间内瘦了好几斤。这张也是非常惊人。鲁豫简直瘦出新境界，像这张照片就是鲁豫刚入住印度酒店时工作人员拍下来的。鲁豫形容当时的自己玻璃心碎了一地，但没想到当地的环境会如此恶劣，枕头十分油腻，床单也布满了不明污渍，他有冲动想回车上睡觉。那几天酒店连热水都没有，鲁豫带去的方便面只能干吃，然后每天买点水果填饱肚子。鲁豫看到水果多开心，因为对他而言这是当地最安全的食物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虽然鲁豫身体瘦了，但头还是大的，脸也没有受到影响，并不显得憔悴。